西北四面八方，春夏秋冬流水时光，人群匆匆拥挤向前，你我他们四处奔忙，我在疲惫，你在兴奋，同一隧道同一方向，有人哭泣有人欢笑，我们同路飞驰地铁，我们哭着笑着一路向前，再大的风雨都不停站，陌生的请你在同一空间，有人相聚有人再见，我们哭着笑着一路向前，再长的路也在瞬间，城市里安养着奔忙的我们，这都三天了才想着告诉我。那月姐说她没什么事儿，怕你担心就不让我们告诉你。她不让你说你就不说，真实在。啊，对了对对对对，这个给你。钱包？啊。我的证件和卡都在，太好了，谢谢。小偷抓到了吗？没有，这都是我的问题，我太死心眼了，我表达的不够清楚，我这得给你道歉呢。啊，不，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快去看月姐吧。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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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月姐吩咐的，说态度一定要诚恳。对不起，对不起。哎，好，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对不起。好了，好了，这里是医院。你跟我三鞠躬，算是怎么回事啊？忘了这是医院。其实吧，那天是我太大意了，你跟我提示，我都……这不怪你了。哎，咱们走吧，他在哪个房间？啊，走走走，那边那边。左手边。啊，这边。月姐，月姐。哎。月姐。哎。你怎么来了？你想吓死我？周哲、思成他们都知道了，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哎，就是怕你大惊小怪的，没敢告诉你。你到底什么病啊？严不严重？哎，就是那天下大雨住防空地的时候，突然间就晕倒。没什么大事儿，出院手续都办了。出院了才告诉我。下次不允许了啊！行，下次我乖点。我走了，姐姐你先走吧，我们来谈。姬月，哎，徐医生要出院了，是，注意身体。嗯，记得我对你的嘱咐，千万别耽误了。明白。嗯，保重身体。那有什么事儿我再跟您联系啊。OK， 好吧，再见再见。啊，医生说耽误什么？哎呀，没大事儿，走了啊，走走走。什么情况？这医生这个表情不对啊。哎，就咱们俩了啊，到底是什么病？你快说啊，严不严重？医生怎么说的？不是个病，但是呢，是个问题。啊？多大了？这病历上不写着呢吗？结婚了吗？还没。你的 FSH 值偏高。什么值 ？FSH 值就是卵泡雌激素。哦。对于像你这种大龄没有结婚还没有孩子的大龄女孩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如果你想早点要孩子的话，那就尽快结婚，否则有可能终身不孕。
那你现在赶紧听医生的，找个男的，不，找个老公，结婚要个孩子，这不就完了吗？那你还大惊小怪呢？这不担心你吗？没事儿。不是月姐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小不了，我听刚才医生说话吞吞吐吐的样子，肯定有问题。啊，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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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啊，一般要是得了绝症，不是都是应该先告诉家属吗？这医生怎么会直接告诉月姐呢？肯定是太严重了，瞒不住了，所以就说了。人家不是要离开我们了吗？人家乌鸦嘴，这不是你说的吗？我什么说？他说的。我可没说，我说有问题是他说的绝症。你看你，不是，我又没说绝症啊。我有个朋友的爸爸是医院的专家，万一有什么事情呢，我们就别去找。哎，打住！没有万一啊，没有万一。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这么多年同事了啊，有什么事不能说呢？你说，能帮忙我尽量帮忙。这家医院行了行了行了，你别逗了行吗？生孩子事儿你管得了吗？管不了。那就别废话了。你还没结婚呢，生什么孩子？所以医生叫我赶紧结婚，赶紧生孩子。哎。哪家医院的医生非让你赶紧结婚赶紧生孩子？这是什么病啊？这是月姐，姐，我想请一个礼拜的假。月姐，我男朋友就来北京看我了。一个礼拜，马上就要运输高峰了，不行。那三天，三天行吗？三天也不行。那一天，一天行吗？一天也不行。站长，我替你回答。这外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行了啊，赶紧上岗去。月姐，我考虑一下，快去吧你。那你考虑一下吧，好吗？我考虑一下，考虑一下。为什么一定要结婚生孩子？哎呀，你别叨叨了，行不行？哪有这种病啊？你别管那么多，你又帮不上忙，你就别管了。我们的理念：珍惜感情。我们的目标：做一个是一个。我们的手段不择手段，非常好。你好，请问这是真心网吗？哎呦，来客户了，来，请进来，请进来。这边请，这边请。恭喜二位啊，同时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我们真情网非常愿意帮助大家。无论二位感情上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是大龄剩男剩女啊，还是离异二婚呢，我们都有单独方案，保证二位下半生的幸福。哦，我是离异，想二婚，非常理解您对新生活的这种渴望啊。我呢，算是大龄剩女吧，想找个人想结婚。大龄剩女有这种抉择，很有勇气。啊，您看我能找个什么样的？可能找到合适的吧。哎，我看你们俩就挺合适啊。哎，把二位贵宾带到贵宾室去单独服务一下。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
韩总，这两个 VIP 客户您要不要亲自接待一下？他们是我们的第一万个客户，很重要也很有意义。我有更重要的事情。韩总，您这，啊，怎么了？啊，韩总，车已经给您备好了。今天我坐地铁，啊。你家住哪儿啊？住哪儿？那您是从哪儿上的车？嗯，大爷，您带身份证了吗？身份证。那家里人有没有把那个电话号码留在您身上？月姐，月姐。哎，小黎。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真情网的 CEO 韩飞，韩总。嗯，秦月。哎，韩飞，你好。你好，这就是我的闺蜜秦月，秦站长。啊，我家在这里，我家在这里住。嗯，那你们先坐一会儿，等我一下。好，好，坐吧，坐吧。哪儿啊？这是？这儿。哦，是家人给您标的，是吧？哦，您是在这儿是吧？我看几号线。秦站长，那个焦太医又来了。啊，你交给那个冯葛去处理吧。啊，不对，冯葛去办案去了，交给丁小雨。哎，好。这是二号线。秦站长 ，A 出口有个乘客摔倒了。伤着了没有啊？是不是那个地上滑有水？算了，你别管了，回头我去看看吧。啊，就这么着。这样吧，你们先等我一下，我把这手头上的事先处理一下。啊，你先忙。哎，大爷，您跟我走，我找人带您回家。跟我走，来，跟我走啊。哎，你们坐会儿，那有水，好有咖啡，你看你给弄一下啊。快点回来。哎，好。你看。怎么在这儿啊？转半天了。跑！我听你同事说了，你在下边特地找你的。哎，先生你好。为了安全，搭乘一时请站您看，这里是公共场所，而且我现在正在上班，请您不要影响我的工作。明星啊，我听说了，前两天有一个明星叫 Sherry 什么的，办事弄得很乱。哎，你什么事儿？哎呦，啊，问一下，你知道李思辰是在哪里吗？李思辰？嗯，你找李思辰干嘛呀？江先生，我觉得咱俩之间有些误会了。首先，我们俩不熟，对吧？其次，您拿着一个黄人，您在这干什么呀？不好意思啊，您的话我是不会接受的，好吧？陈，这花你必须接受，不然我给跪。我真跪了啊！
那你想归就归呗。他熟了我吗？哎，总说是吗？说那个说美国小男孩，然后说你们是那个网恋，是的。啊，你要找李思辰？哦，对对。啊，那我带你去吧。他那个他今天卖票，他在那个上面那个售票处。哦 ，OK。我带你去。好嘞，好嘞。嫁给我，嫁给我好吧？不，这先生你拿起来，你拿走。你一定要嫁给我，嫁给我，求你嫁给我。不要这样子，别闹行吗，江先生？干嘛呢你？你干嘛呢你？你要干嘛？你看不见我干什么？轰走啊！我拿走什么？我拿走。四婶，这什么意思 ？Simon， 你不是明天来的吗？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对，我是早已签约，我想带给你一个 surprise， 你不知道吗？但是这是什么 surprise 给我了？什么 surprise？ 你谁认识啊？我是谁？你是谁啊？你看不到这是什么吗？我在求婚，这是花。你求什么？求什么婚？跟我的女朋友求婚？你什么意思你啊？这老外挺厉害啊！老外怎么了？你也得先来后到，你排队去。不，排什么队？你就是插队，你不知道吗？我插队，插队的你。我插队，四成，我真的受不了了。这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这那个什么脚什么船是叫他俩是船？说什么呢你们？对，不是四成，你就是脚踏两只船。三妹，不是，不是，哎，你怎么跑人家？你不能去，他们跑他们，你不能去，你们哎都看着呢，你不能。我有办法。月姐不让跑，哎呀！哎呀，算回来了。不好意思啊，我听小黎说，你那真情网做的挺大的。一般吧，有时间还欢迎秦月站长到我们那儿检查工作去。你们站长也上这个站台值班啊？哎呀，那个高峰的时候客流量比较大，我们得帮忙疏导一下乘客。我们每天呢都得做巡视，像什么站台口啊、卫生间啊、综控室啊，每个角落我们都得查一遍。了解了解，那够辛苦的呀。一天好几趟呢。李思辰，哎，李思辰，哎呦，我不是故意的，怎么了这是？哎呀，哥告状来了。怎么回事？你哭了？西蒙来了。西蒙。哎，就是李思辰网恋的那个美国小男孩。谁小男孩？三本都快大学毕业了，好吗？那大学毕业那不就是小男孩吗？那我都上班了，还有人说我是小男孩呢。你怎么招着他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你好好说，怎么回事啊？然后当时那交谈机不是在那儿吗？嗯，他手里拿了一大捧烟花，咱们快气死了，然后。你想你那些，你还说我想带两句唇？你怎么回事啊？叫他行的是你不清楚啊？可不是我说的呀，那是西蒙自己说的。不是，那西蒙他想说脚踏两只船，他一老外，但他又说不清楚，他就是比划都憋坏了，我就替他说出来了。你看，是不是你说的？你承认了吧？是不是你说的？那我也不是有意。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给你倒杯茶。哎，不用了。哎，坐会儿再走。我觉得呀，哎，我跟秦站长不太合适吧？没事儿，今天他特别忙，我们来的不太巧。我们要不改天再过来？这不是哪天的事儿。我觉得两个工作狂要一块开个公司还行，搭伙过日子，用不了两天，打得比他们还厉害呢。走吧，我去叫秦。哎，我不用，走吧。师傅。嗯。我是你招的唯一一个女徒弟吗？是啊，你也知道，哪有女孩子干这个工作的？人家睡觉了，咱们出来了，在这个黑咕隆咚的隧道里，
钻来钻去，就像地老鼠。说的就是呢，你说我妈怎么就没有这觉悟啊？非得让我干这个，非得让我干这个，我宁可上上头去卖票去，我也不愿意干这个，天天连觉都睡不着，男朋友我都找不着。要不师傅给你介绍一个？介绍同行啊？啊，那是。算了吧，我可不要，弄得家里两个地老鼠。嗯，师傅，你等一下。哎，我退一下。师傅，你看这是不是上鞋裂呀？等一下啊。哟，还真是上鞋裂啊！来，系一下。十八加一零八，左轨上斜链。嗯，记好了。回去啊，师傅给你请个功。真的。咱们这个工作呀，不但枯燥，而且责任还重大，就比如这个上斜裂问题吧，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咱们的这个钢轨啊，容易出现很大的损伤。那你想一想，列车行驶过程当中，那个后果是多么的严重啊！是啊，要不说我们是地铁里的医生呢，哈。这把你美的。看来是要给你惊喜，还惊喜呢？人家愤然而去跑了，都怪你哥，硬把什么那焦太极给搅和进来。哎，小飞，你回去测测丁小雨的智商吧。你说你那么聪明伶俐，你哥怎么傻笨傻笨？真怀疑你们不是一个妈生的。哎，别胡说，别胡说八道了啊！哎，你看看这儿，哎，这地儿还挺好的呢。可不嘛，他就喜欢古香古色的。走，继续找他谈谈。呀，双节棍，双节棍我也不怕。三本，哈，咋了？学这干嘛呀？想打人啊？就是想打人。你选的这酒店还真的挺中国的啊，非常北京的味道是吧？这床不错，哎，思辰，你来试试这床。试什么床？下来！我说正事儿了。对。哦。我也要说真事啊，思辰，你是不是脚踏两只船 ？Nonsense！ 那不是你的同事说了吗 ？He's a nut！ 说这个我很担心，谢谢。担心什么呀？我跟你说，你真不用担心。你要这么说，那真是冤枉我们思辰了。我们思辰知道你要来那高兴的真的好几天都没睡觉，都得精神病了。那个再说了，思辰怎么可能脚踏两只船呢？就算踏了，他也不能让你看出来啊。你看啊，你是提起来了，正好撞见那个焦太极了，是不是？如果真是脚踏两只船，那他也不能让你抓现行啊。什么行刑？这是什么意思呢？根本的意思就是，我没有两只船，没有两只船，我只有你这样一只船。对，他只有你这一只船。哎，那个焦太极你见过吧？嗯，那不
就一富二代吗？你看他穿的鞋没 ？Prada 的，裤子 Gucci 的，还拎个 LV 的包，多土啊！土的我都看不上他，我们思辰能看上他吗？哎呦，所以啊，我们思辰就你这一只船。只有我一只船吗？就你这一只船。好吧，OK， 我懂。走吧，我合个卡呗，合个卡。行。Thank you. Not a problem. 哎呦，单身四成。嗯。提议你啊，后天我回去美国呢。你后天就要回去了？嗯，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跟我一块儿回去吧。怎么回去啊？坐飞机啊，几天不到美国。我恐飞，我坐不了飞机了我。为什么呢？这有什么理由呢？不是，他真恐飞，他要不恐飞，他早就当空姐了。哦，但他一直说那个空飞的事情，我真的完全不懂。三妹，你知道的，当空姐是我的梦想。要是我不空飞的话，我早就已经在天空中我飞来飞去了。你在哪儿，我都可以过来找你。可是问题是我真的空飞，我坐不了飞机。我那飞机有什么恐怖的呀？飞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你不知道吗？你看 ，over a million flights a day。不到1%的 accident。哎，行了，你别说了，行吗？我真的坐不了飞机，我。那好吧，那我就是一个人回去，那你可以舍不得那个富二代。哎 ，Simon， 你是后天走是吧？嗯。那也就是说还有两天的时间，对吗？嗯。好。我会让你知道真相的。不是思辰，哎，就大小姐脾气，你不是刚到北京吗？你先倒倒时差歇一歇啊。那个，你要实在睡不着，你就玩你那双截棍啊。思辰，哎，你干嘛呢？你生什么气呢？人西蒙大老远来跟你吵架的，你站住。啊，对啊，我是过来讲和的。对呀。曹达呀，他鬼主意多，能行吗？行。哎，走吧，走。哎，你说我这脑子，我这……哎呀，你脑子一直不好使。哎呀，我的天哪！自杀了，在哪儿啊？谢谢师傅。好，谢谢师傅。哎呀，思辰，你别走啊！自杀啊？什么馊主意啊！你这是。不是曹达，你可以让你小说里的人物死死生生死上几百回，那都没有关系。你竟然出让我假装自杀这种馊主意，那被发现了我多 low 啊！我不是，你看，正因为我给西蒙打电话说你自杀了，然后他立马就能赶过来，啊？立马过来了。对啊，人呢？
对啊，人呢？哎，别急别急。西蒙。嗯。喂。嘿，四神怎么样？啊，四神他现在情况不太乐观呀。不，你现在在哪儿啊？我们现在在酒店大门口。酒店门口啊？你什么意思？你在酒店门口？我现在正在酒店的门口。你在酒店门口哪里呀？你也在酒店门口。啊？什么？哎，这。哎，四神，来了！哎，那我，我在外面等你啊。那小姐，你进来，好好好，我在这儿等你，快。四神，四神。你没事啊？我没事。哎呀。谁说你自杀呀？哎，你先去喝咖啡，好吧？咱边喝边说，边喝边说，走吧，快走。哎，你怎么有我电话的呀？那天你钱包里掉出来的，找我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思辰叫你来约我的呀？开车去找西蒙，跟他说清楚，你跟李思辰没关系。我和思辰怎么没关系了？我是 Tom， 思辰是 Jerry， 我们关系非常亲密。西蒙误会你跟李思辰了，明天就要回美国。好啊，让他走啊，他本来就不该搅和这个局。还有啊，这里没你什么事了吧？下车吧。好，谢谢。来，谢谢。好，谢谢，请您慢用。你知道你这个行为叫什么吗？嗯，你这个行为叫做吃醋。嗯，哎，对，我是嫉妒。哎，嫉妒就是吃醋。说说你的问题。我可没啥问题啊，这个问题就那个谁，你的同事那个啥那个帅哥你的同事啊。不是，你先别找别人的问题啊，你先深挖一下你灵魂深处的思想问题。嗯，我那个灵魂深处没什么问题啊，就有思辰。怎么样？你要不去说清楚，李思辰心眼可小了，会记恨你一辈子，再也别想见他。他们在哪儿啊？走吧，别浪费时间了。网恋害死人呢。是啊，这网恋也太可怕了。这谁是谁也不知道，啊，是哪儿的呀？长什么样啊？是男是女呀？结婚没结婚啊？搞了！哎，我饿了啊。饿了。对，我想吃东西啊。哎，我们去那个爽羊肉好不好啊？我们可以吃羊肉片儿，还有那个臭豆腐、豆腐粉丝、大白菜，好加的芝麻酱，还有芝麻酱、韭菜花、豆腐乳。对，豆腐乳啊，对，是这个东西啊。反正因为我之前请客，我快点，大家都在呢。李思辰，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你坐下，这种事儿必须得说清楚。今天大家都在，这位呢是西蒙先生，这位是焦太吉先生，
为了打消这个西蒙先生对李思辰小姐的一切误解，焦太吉先生今天来把事情真相给大家解释清楚。来，你说吧。是我，之前在地铁站，我给思辰献过花，我还要求送她回家。我知道，我影响你们俩之间的感情了。我很真诚的在这里给你们道个歉，对不起。没事，没事，没事。金总，谢谢啊。没事。这咖啡我还没动过呢，要不你先喝。谢谢。贾草。啊，没有。丁小雨，你不是让我今天把真相说清楚吗？好，我说清楚。陈震，我爱你。我深深的爱着。干嘛？暧昧是人皆有之，你给我坐下。你谁让你说这些的？这是孔子说的话。哦，对了，他不知道孔子是谁是吧？他俩一个地球上边，一个地球下边。晨晨难受了，不舒服了，刮风了，下雨了，他一个电话，我立马能出现在这儿，他行吗？所以趁早，啊，你哪儿舒服哪儿待着去。赶紧回你的美国，美国妞不有的是吗？干嘛非得跟我追一个样的女孩？哎，我说你这人也挺有意思哈，你这表白是挺打动人的，但是然并卵，人家思辰喜欢的是西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不说了，丁雨，今天我谢谢你带我来这儿，给我这么一机会。晨晨，你现在就说。选择我还是选择他？我这焦太姐，我跟你什么关系啊？什么叫做我选择你还是选择他？你有什么资格？你现在就说，你是爱我还是爱他？现在马上说。我爱你还是？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冷静一下。你得冷静，我也得冷静，好静啊！我想听到思辰的想法，对，就我想看到思辰的选择。可以，三毛，我哎，是，你都得冷静，你得好好想一想，我也得想一想，你想完了以后再告诉我。不是，西蒙，西蒙，哎，你别走啊，这明眼人都能看出，这还用选择吗？这你让他走。他就该走，有你什么事儿？他干嘛呀？你给我滚！这种超前的设计方案我不反对，但是必须以安全为第一。你呢？再去实地好好考察考察。现在不能重新改建了，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下看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使乘客上下车更简洁、更安全。你去研究研究吧，尽快拿出一个可行性方案来。好吧。月月，我跟你说，史丹丹又把我的方案给扣下了。行了，你真是赌气，态度是有点硬，但呢，也是为了地铁站的安全着想。怎么着，我们这儿有什么问题啊？京铁站硬件肯定是没问题的，软件嘛，就不好说。哎，这什么意思啊？就你手下那个人呗，实在让人不放心。谁啊？还有谁啊？丁小雨，刚刚来，确实需要好好适应一下。哎，行，那你去下一站好好看看吧。
拜拜，拜拜。对不起，再过一下。哎，对不起，先生，再过一下。对不起，哎，对不起，先生，您好，对不起，您不能站在这儿，排队了呀。不是，您要排队，得在两边排队，先上后上。我站半天了，我排这儿了，站半天了都。您要排队，大家都在那儿排，您不能在这儿排队。哎呀，您配合一下，您配合一下。那个，谢谢，谢谢您，站半天了，谢谢。安静点！对不起！各单位注意了，丁香雨又一次被挤上了地铁。重复一遍，是又一次。对不起，接过一下！哎呀！哎呀！哎，对不起。哎，你可真逗啊！帮乘客上车，还有把自个儿搭进来的。喂，你还在吗？那个长不大的少年，对着镜子看不到变迁，我还以为没有变。喂，你还好吗？那些无处投奔的夜，看着曾经写下的伤感，突然发现今天的突然，曾以为全世界就是我的小悲欢，却忘了路途遥远，穿过荆棘大海连着天。别以为全世界就是你的小悲欢，所有的悲喜过往不过是岁月中的一盏。翻看昨天，曾以为全世界就是我的小悲欢，却忘了路途遥远，穿过荆棘大海连着天。别以为全世界就是你的小悲欢，所有的悲喜过往不过是岁月中。长不大的少年，对着镜子看到了笑脸，我还以为我没有变。